今天非常高兴，基隆跟高雄能够手牵在一起，两个城市共好共荣。我刚刚跟秦赖市长在爱河去一起体验环河渔民的这样子一个构想，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给高雄市民最快最大的一个改变。我想这就是陈其迈市长的一个执行力。基隆跟高雄的这个航线是观赏台湾最漂亮的景山，在港区跟市区的融合速度也越来越快，然后说能够再结合这个双港之间的这个游轮的互相的这个往来，那我相信那对于两个城市的观光啊，对于两个城市的一个发展，那绝对是一定会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双港合作啊，天下无双啊，一定是最好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这支影片吗？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高雄市政活动，欢迎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等你哦。